儿子，儿子，儿子，情况不对啊，他俩好像不在这儿啊。不在这儿。嗯，这里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。不会吧？这样，你在前面路口等着我，我过去看看。嘿，我。哦，魏队长啊。您这么晚了，季馆长睡了吗？我找他有点急事儿。他怎么了？刚才这里来了两个刺客。两个刺客？他们打了一阵，其中还有一个受了伤，他俩翻墙逃走，季馆长带人去追赶了。一个还受了伤？季馆长往哪边追了？往那边。蒋青木。副馆长，没有发现刺客。没有发现。婷婷，我们现在必须兵分两路了。怎么？雷汉和玉锁可能回了将军墓，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他们。还有，你现在去找你妈妈，把她带到我家，让她在那里等我们。好，快走吧。冰姐，磊大哥，总算找到你们了。玉锁呢？儿子，玉锁，儿子，玉锁，他现在失血过多，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必须马上送医院抢救啊！送医院啊？那能行吗？顾不了那么多了，救人要紧，来抱我一把，我来吧，来来吧。Thank you.
半夜鬼鬼祟祟来到这里翻找，一定是跟皇陵地宫有关系的什么东西。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找到。幸亏你们送来的及时，如果再晚半个时辰，他的小命就交代了。麻烦你了，医生。没事没事，应该的嘛。谢谢您，您多费心。过来一下。这里虽然救了玉锁的性命，但是她还没有摆脱最后的危险。金梅子是个非常狡猾的女人，她很有可能会找到这里，我们不得不防啊。那怎么办？我有这么个想法，讲给你听听。班主，为什么带我们到这里呢？我们现在还不能回去。不能？为什么？我要带你们去一个地方。去一个地方？去哪里？警察局长罗兴全的家。去他家干什么？去了你们就知道了。快走。嘿，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把他抬到医院去。星泉，今儿便宜你了，便宜你了。
去哪儿呢？不会是出事了吧？你说什么？婷婷没有见到你？没有啊，昨天晚上我回家了。糟了。怎么呢？昨天晚上我和婷婷在一起，然后分开了。她说去石拱桥找您。找我？这样看来，婷婷很有可能遭到了不测啊。这不是大小姐吗？肖探长，是你啊？是我是我。哎呀，真是难为大小姐，还能认出是我。哎，大小姐，这半夜三更的干什么去？我在找我妈妈。找太太啊？哦，又犯病了？你才犯病了呢。不是，那这是用不着你管。哎，别走啊，大小姐，你还不知道局座命令我找到你，然后把你带到他那儿去。今天好不容易见着你，我怎么能让你走呢？啊，你要干什么？我干什么？大小姐啊，我告诉你，你爸爸说了，我萧德兴极有可能成为他的乘龙快婿。呸，不要脸。你不信？不信跟我走一趟。你放开我。亲妈事儿啊，来，给我带山洞里去。你走。世嫂哥，你快来救我，我好害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森林长官阁下，你说什么？山本切腹自尽了？是的。那条眼镜蛇呢？他失踪了，现在下落不明。他失踪了？雷总，你给我听清楚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尽快敲开那个被我们抓住的女共产党的嘴，顺藤摸瓜，抓住共党的那个雄鹰。现在他才是你最大的敌人和最强劲的对手。不吃掉他，反过来你就要被他吃掉。还有，寻找所辖也刻不容缓。只有抓住了他，一起打开皇陵地宫的目的才能够得以实现。懂了吗？嗨。负伤了，负伤了。来人，机关长，有什么吩咐？特务队紧急集合。嘿，我的父君，我要开始给你复仇的行动了。我会永远跟你在一起的。
疼死我了。医生，我有没有生命危险呢？老局长，你只是一些皮外伤，幸好没有伤及内脏，否则就有生命危险了。谁送我来的？哦，是金局馆长送您来的。秦梅子，他送我来的。快送进病房吧。魏站长，你送我这么贵重的礼物，你让我麻烦你，特护病房就不要安排别的病人住了，这可是我朋友的朋友。一定一定的，今后医院里有什么事需要我帮忙的话，您可以随时来找我。谢谢谢谢魏站长。再见啊。我去找医生问问，你们继续找，一个房间都不可以放过。开，别推了，我要去特护病房。堂堂上海滩的大局长，怎么能住普通病房呢？我要保证我绝对安全。你喊什么呢？局馆长，我要住在特护病房，你保证我的绝对安全呢。特护病房，那就让他去，别走。谢谢局馆长，谢谢。谢谢。魏英杰怎么还不回来啊？索儿到底怎么样了？怎么连思恩都没消息呢？我不能再等了，我必须尽快找到思恩。也不知道索儿现在在医院怎么样了，会不会被那个金妹子他们发现呢？不行，我必须回去看看。你还有完没有？啊，金馆长，你必须把这人给我撵走。我不能跟陌生人在一起啊，你要保证我的绝对安全。如果不是我救你，你早死了，现在还挑肥拣瘦呢。你信不信我把你扔到走廊里去？我信，我信。你啊，对我真好。姓罗的，你别臭美，我现在跟你是合作伙伴，共同对付中共地下党和索侠，否则你就是死了八次，也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哎，我原来以为你对我有好感呢，原来我是单相思啊。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在你脸上再添几块淤青。哎，别别别，我的脸呐，不能再大了。我现在感觉自己已经没脸见人了，我这后半辈子啊，
可不想一个人终身到老啊。你脸皮可真厚。我知道你喜欢魏英杰魏探长，可是这小白脸中看不一定中用，抓住锁匣你还得靠我呀。等你的伤好了再说，到那个时候你再抓不到锁匣，打不开皇陵地宫，找到进献给天皇陛下的传国玉玺，那我就不客气。你猜我会怎么样？肯定会打你打得比现在还狠。我就怕你到时候下不了手。哎，别别别，我在跟你开玩笑，等我的伤好了，我一定帮你抓住锁匣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等着你。嗨。老子是大富大贵之命，想要老子命的人还没出生呢。等我的伤好了出去，找到打我的人，我就打你个生活不能自理。哼！哎，这人怎么这么脸熟啊？雷玉锁，是雷玉锁。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，不是冤家不聚首啊。婷婷妹妹，来，哥哥喂你好吃的。你滚！肖德兴，我告诉你，就是让我爸爸知道是你绑架了我，他一定会宰了你。这你恰恰就错了，就是你爸爸让我来绑架你的。是我爸爸。嗯，真的？当然是真的。等你们父女俩一见面，我就能领赏，说不定他一高兴呢，把你就给了我。到时候咱们俩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夫妻对半。我呸！要是让我玉锁哥哥知道了，他一定不会饶了你。呦呦呦呦呦！你说的我好害怕哟。我也能杀了。你看你，你看你，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，怎么老是张口杀人，闭口杀人，多不好。我一定会杀了你。那你就别怪我心狠，老老实实在这块待着。肖德兴，你混蛋，你放了我，你混蛋，你放了我，肖德兴，肖德兴，你放了我。大哥，我看是趁早不趁晚，干脆现在你就把他生米煮。懂个屁！现在还不行。如果没有得到允许，罗兴全能扒了我的皮，抽了我的筋。走。哦，好的，我马上过去。
王如烟肯定是等不及走了。真是天助我也呀、啊！你赶快派人来埋伏，我在这里监视。好的。你们俩先出去。金梅子，如果抓住雷汉，你必须陪我把伤养好了。等抓到了雷汉再说。还真应了魏英杰的那句话，有心栽花花不活，无意插柳柳成荫。救他罗星泉还真是救对了。来人，特务队立刻集合。嗨，估计你小子是认不出我来了。我看看是你爸爸来救你，还是什么人来救你？要是中共地下党的那只雄鹰来救你，那我罗星泉功劳可就大了。小子，你可千万不许醒啊！你说什么？机关长带人去医院了？是的，好像发现什么重要的。为什么我们总是擦肩而过？难道这就是所说的天意？思恩他现在肯定是焦头烂额，婷婷和索儿都没有了音讯，他会不会是去找他们了？机关长在哪里？机关长在那边。谢谢。机关长。哦，魏探长，你来的正好。医院里有一条大鱼。大鱼？他是谁啊？在哪个病房？我带你去看看。坏了，雷所暴露。这边就是雷狱所。那那个床的病人是谁啊？打死你你也不会想到是他。别卖关子了，快点告诉我。罗星泉。罗星泉？就是他发现的雷狱所。那他的伤呢？据他本人说，是被一个白袍女鬼给打的。白袍女鬼？雷汉，雄鹰，你们不是喜欢装神弄鬼吗？我也让你们尝尝真正东洋鬼的厉害。山本君，你等着我，我会给你报酬。
抓到锁匣，让日本天皇追授你最高荣誉。以后，我就是夜里的美女生。我必须去救索儿，我不能再失去他了。就我今天说的那女孩，他真不错，我就喜欢那样的。他肯定也喜欢你这样的。萧德兴，今天姑奶奶就拿你们第一个开刀。谁想去救雷玉锁，都休想逃出医院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方希涵被我们关在监狱里，雷玉锁又被监控了。罗婷婷不知去向，那雷汉肯定是找疯了。英姐，我们也不能闲着。高仓司令长官对方希涵还是寄予了很大的希望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审一审这个方希涵。急什么呀？坐下来喝杯酒再走。好酒给我留着，等我撬开了他的嘴，就当作是给我的庆功酒吧。好吧，我等你的好消息。魏英杰看似对我很忠诚很亲近，但却又是那么遥不可及。魏英杰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监视，不要擅自行动。不知道如烟来过没有？如果他来过，应该看过这个纸条了吧？妈妈把你哥哥救出来，再来找你吧。你怎么样？我没事儿。
我必须马上救你出去。你可千万别暴露了。没有你，我们和组织已经失去了联系，成了沿街乞讨的孤儿。是该马上恢复联络了，要不然我们就是聋子和瞎子。我想这么做。许索哥，你到底在哪儿？为什么不来救我呀？想活命？想，那你得如实回答我几个问题。姑奶奶，您问。你跟肖德兴都干什么了？我们和肖德兴绑架了罗婷婷了。你们绑架了罗婷婷？她在哪儿？这我可不敢说。我要是说了，肖德兴肯定会宰了我的。我现在就掐断你的脖子。不要！那你就乖乖的带我去。好。你好，这小子还要醒吧？你就不要自责了。像方希涵这样的中共地下党员，咱们还见得少吗？他们哪一个不是铁骨铮铮、视死如归？想轻而易举撬开他们的嘴，简直就是天方夜谭。忘了我做十年探长的一世英名，连个黄毛丫头都制服不了。我就喜欢你这种男人的霸气和不服输的精神。你别骂我，霸气是泄气。可现在我们的气势只能鼓不能泄。